在影片还没开始前，拜托帮忙按个赞，谢谢。今天要拿这些来 service 啊、哦，昨天拿上车啊，现在拿去 service。放在这边给他们装做这个，我们也是可以自己做，可是没有那个材料，就是它一个油线坏了，所以要从这里弄，就放过来这边，它这里有修啊什么，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个线要打那个小数啊，就用这个比较方便哦。现在天气又很热，哇，真的是好像烧皮肤这样里面。哟，欢迎收看最新集的爱玩热肠。现在回来延庆，下午三点多要到四点了。刚才早上就去了那个我们国家的那个农业研究所。刚才上一集你已经看了啦。现在回到来这里啊，我就奇怪，怎么我弟弟不在这里休息？因为平时我们是在这个榴莲树的遮阴下面休息嘛，他跑去那个油棕树下面那边，可是因为。其实油棕树那边我们不太敢要在那边休息啊，因为那个树哦已经老了，我怕等下睡啊断掉还是什么，奇怪就怕这边进到来这里才明白做什么，因为今天工人喷那个叶面肥嘛，有很重的那个酵素的味道啊，所以臭臭这样啊，所以怪不得他跑去那边去睡觉了，因为现在也是休息时间吧。这些树哦今天早上才刚喷，一喷了我就觉得哇，感觉有点稍微的不一样了哦，那个感觉。看过去，可能今天一方面也是那个太阳很热，所以它那个树啊，有太阳哦，你树去看起来会比较美一点的。然后那个它的那种颜色啊，它的那个就是伸出来的那个枝啊，你有太阳会啊。如果你阴天哦，那个树还感觉没有力这样子，你会感觉到 feel 得到好像软趴趴这样。可是如果有太阳的话，那个树你会觉得哇，好像很壮的，好像很有精神这样子。哼，这个很会生啊，你看生到，没有理哈，你看已经被刺了，太多力了，生到跑到上面那边去。这棵树之前哦，风雨太大啊，它整棵树，这棵树哦，它很高了嘛，它吹断掉，倒下来这里一截那时候，然后去年好像没有什么生，你看今年就来了很多花。你看这里就很多，这些就因为它老树啊，你看它就很 solid 啊，它的整个哇，上面全部都是，这里全部，这里旁边这里都是，看呢，有些都已经开了，有些都脱了咯，你看这里已经脱了，开脱，这里你看整棵树上面整排每一只树干都有了，那边是有，那边是有，那边是有，这次。前面这里是有，这是今天跑下来下面了，该工人去外面做工，还跟着跑到来这里，想要带他回去。啊，该休息了一下，活回来了，现在要继续做工了，走走盐，看看一下修枝。我爸已经跑过去那边修了。可是今天天气会比较热啊，好多工人开始要，等下继续喷点那个水肥了吧？应该该早上喷了一轮。现在休息完了都要继续喷，那树你看都已经长大多少，而且我们在走哦，其实几乎路边的每路边的大棵的每一棵几乎啦，除了猫山王有一些，可是主要的黑刺全部都是有生完了，有生不懂成不成啦，就是有生啦，不仅看给它学生啦，就是都是有生，这里也是有，然后这棵上面有没有？没有，这三棵上面没有了。其实这两排就是上次生的，你看已经干了，没有不成功啊，这里也是有。哎呀，所以讲给它生咯。黑刺真的会比较快啊，猫山王也是有，可是我们这里的猫山王应该才原本的猫就是猫山王啦，差不多应该20%这样子吧，来有，剩下就没有了。然后主要我们讲到大树啦，大树都是有，小树不了没有。所以路边一过都是一直有看到这种哦，我们也是本来以为会有，因为它比较壮嘛，但出去了。可是这是猫山王啊，要给它慢慢给它生，不紧张，就是我们有长期修要养壮它旁边，然后以后就生，这一次就先没有生也没有关系啦，下一次就给它来就是重要是树壮，然后过后再来。哇，这个我们这个上去上面的我们也是要修哦，
因为它跟主干差不多一样。这颗它这个旁边真的很壮。是咯，它比较慢的，要等旱季了。这里留给它壮生，这边、这边、这边，全部都蛮壮啊，还有后面这边，后面那也是很壮。要觉得小小颗这样哦，你看爸爸就感觉热处很高了。那暴力拆迁，枯干了，拔断了。傍晚来走走看看，看树有什么问题，每天都来照顾一下。哦，这个也是很粗了。嗯。那有虫，已经死了。小只啦，我拍很近，所以看起来很大只。今天这两天天气好啊，我们就快点喷叶面肥。现在又拿了两桶，买了两桶啊，来要放回 store 里面。过后要用。很多人问我，你们喷什么叶面肥啊？我其实都没有，你看我影片久了都懂，我没有什么介绍牌子的。可是我是跟你讲，大家成分来讲是微量元素啦，所以有这些他们都有些用什么海草精啊，什么都可以的，看你要用什么都可以的。哎，每天拍 vlog 都有 drama 的，现在是锁匙断在锁头里面，那锁匙断里面，对，不可以用了，整只断上面这部分，断了留在里面，会跌出来吗？这个锁匙要找吗？找回那锁头，找回来我看一下，是在里面吗？对。你不可以放插到完，差一点点。锁一个锁头，头会断。哎呦，好了，收工。脱鞋，今天早点回家，早点吃晚餐。好了，今天影片我要赶回去，要去 edit 影片嘛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可能会短一点了，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Bye.